今天要上红星山了，因为我今天要来开箱的是这个万圣节抽抽60颗，跟妈妈一起抽。哇、哦，它里面是橘色的。好啦，不知道会抽到什么，一起抽。我先抽这个，3、2。可爱的毛毛球，鬼鬼的太好，下次可以送鬼鬼。下一个就是这个，3、2、1，两只毛毛球，应该得到鬼鬼的橡皮擦，又可以送鬼鬼。下一个，哎，3、2、1，哎呦，鬼鬼的捏捏手又是鬼鬼，一眼怪的还有3、2、1，两个毛毛球弹出来，我觉得会跳走。重复的毛毛球，而且有一个眼睛不见了。今天得到南瓜的橡皮擦。好，来，3、2、1。哇，我这个很酷啊，四眼挂。3、2、1。重复的鬼橡皮擦。恶魔的弹簧。3、2、1。南瓜橡皮擦。这个眼睛也粘得太随便吧。3、2、1。一片南瓜橡皮擦。我是 Spiderman。一样的是颜色，不一样的一个。3、2、1。重复的鬼鬼橡皮擦。重复的 pumpkin， 是抽两个。3、2、1。重复的南瓜橡皮擦。蝙蝠的弹簧，这个弹簧到底跟 Halloween 什么关系？一片，两个都是重复的。明天玩乐色给我。3、2、1。捏捏手，重复的捏捏手跟弹簧，自己抽，我把你抽。3、2、1，重复的捏捏手还有橡皮擦，横着这样。3、2、1，重复的毛球还有橡皮擦，我最爱毛球。3、2、1，重复的捏捏手还有橡皮擦。哦，全部没声音。没声音的都是黏黏手，黏黏蜥一只，这是外星人的黏黏手，因为它手很长。重复弹簧跟外星人的黏黏手。3、2、1，两个重复的橡皮擦。3、2、1，重复黏黏手跟橡皮。3、2、1，不同颜色的毛球跟重复的橡皮擦。3、2、1。今天得到黏黏蝙蝠一只。3、2、1，哎呦，它可以动哎，它可以动八角的，来，小心。3、2、1，恐龙的黏黏。3、2、1，这是什么？是一样的吗？重复的黏黏手还有 pumpkin。3、2、1，也太多 pumpkin 了吧。3、2、1，啊，很重的，这种触感都是那个啦，又是 pumpkin。 舞龙舞狮一个，刚来了。3、2、1，就是南瓜。 This is a snake， 蛇。哦，这个还被胶带黏住。3、2、1，哎呦，重复的发条玩具跟鬼鬼擦泡擦布，我看哪一个比较好。最后两个3、2、1，我要抓住是什么了。到最后还是重复，这个重复率也太高了吧。这是里面全部的东西，就只有7个种类而已，超少。这整个都是手心黏黏手，没有重复黏黏手，有那些我总觉得骷髅里面是真稀有的，超可爱，而且就有两个。这个比较适合60个人，一人抽一个，还要找60个人呢，好麻烦哦，自己抽不就好啊，是自己抽全都重复。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个赞，还没有订阅 NTV 的人拜托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才会收到新的影片通知。TV 每天晚上7点更新影片，妞妞还有第二频道叫做妞妞常识矿，这里可以订阅，这里锅里面可以看。拜拜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